我们送的现金红包也就多。来吧，不灭维克托 Q 炸！哎呦我这多狠啊！这一个 Q 炸这么多血啊！不灭吸血，茶眼 Q 炸！点一下 Q 炸！吃药。滋啦 ，Q， 点不到了，算了。插个眼儿去，好，假装插眼儿，滋啦 Q， 炸，点一下，滋啦。点滋啦 Q 疾跑开起来，闪现掉，哎，真烦，真是烦人。先出个皮鞋吧，前期还是有点脆的啊。前期还是略微有点脆，容易招人感慨，知道吧？很快一切都将改变。我们吸地海，滋啦 ，Q， 炸，不灭，滋啦 Q。又来了，你有病是吧 ？Q 炸滋啦，有病我给你治治，小伙子。走呗。哎我操！掉滋啦 ，Q 炸，拜拜。哎呀！我靠，这人给我砍死了！哎呦，好烦！这没东西出咋整啊？出把长剑，出把长剑。我们应该是有点炸穿了，这没办法，让人干渴了。滋啦，点不灭，再点。Q 炸，在等级劣势的情况下，啥阵容、啥套路也发挥不出来他的优势啊。有没有人赶开一波？我真是操了！吸，抠，哎呀！真的有没有人抓一波了？还你说这？抠。完了，滋啦！给我链住了，
又差钱，我操了！这700块钱耀光出不来，耀光出不来，老闹心了。那没有伤害呀，这。有耀光伤害还挺高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出不来耀光，有点烦。没有人头，取关，快滚！别在我直播间说话，别让我看见你啊！怎么取关那么长时间都不走？嗯，这没有虚区吗？这我给到 Q 起跑开起来，炸定滋啦，查眼 Q 炸死了。我这有个耀光伤害更高。没有耀光，700块钱都买不出来。来学个 Q， 咱进化一个 Q。点不灭，走位走位，吸不灭，再 A， 走了。你 QE 又没用，又打不死人，炸，回家了，无敌了呀！啊？我要无敌了呀！我来想一想啊，女神之泪我们要不要？这么出装确实蓝不太够用，因为你没有蓝量的支撑。Q 炸！Q 炸 ！Q 炸！定滋啦 ，Q 给大，哎呀，我没交闪，我闪没闪出来，这一刀也砍出来了。先来个皮孩啊，我先研究研究，你知道吧？我先研究研究。但我们这波省了个闪现，还行。
人家一丝血都没掉，他是回的，这是，这把我杀了回的血。这把不能算是一把正常的对局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蓝枪啊，前期给我整的有点太炸了，来的次数太多了。下把出门女神泪试一试。Q 炸定 ，Q 炸滋啦，点一下，再点 ，Q 炸走位，一反拍来 ，Q 滋啦接炸接定，点 Q 炸，插眼 Q 滋啦接炸。就只能封这儿。他传送，我这分离者也出不来呀。唉，这分离者出不来怎么整啊？不行，我蓝不够用，我出个女神之泪啊。虽然我现在才出，不过也没有关系，现在女神泪叠的还是挺快的，我出一个。实在不行，下回我们女神泪出门。然后出大天使还是魔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滋啦 ，Q 炸定，滋啦 ，Q 炸 ，Q 给大滋啦接炸，闪现 Q 炸。点挺装啊，这小子哪有这么装的？哪有越塔的呀？还行吧，这虚区跟以前差不了太多。以前那电焊工出右的也就这伤害，这是很正常。抽炸走位。抽炸 ，Q 炸，对不起，我烧了，对不起，我烧了，小法师给我点信号，我没走，我烧了，不好意思，我确实是烧了。给大吧，直接看来我得找一找这永恩了。嗯，那你说我们需要点减治疗怎么办呢？我们出个反甲呀，难道还能不行，我们来个反甲呀，滋啦 ，Q 炸定给大 ，Q
萨兹拉点 Q 炸兹拉 Q 炸定点 Q 炸，我打不动他，他也打不动我。哎，真刮痧呀！嗯，这下路怎么？我到了，疾跑开起来，滋啦，定 ，Q 炸，滋啦插眼 ，Q 炸走位 ，Q 啊。推中路飞呢？算了，那永恩过来我不死了吗？拉倒吧。好了，回家了。下一件装备冰心儿，塔我也不拆了。我们这把不狼了啊！我不狼了，我指定不狼。我先来个小冰心儿，我再来个护甲。蓝亮，有写蓝亮的装备吗？魔法抗性，法力值。西兰刀，西兰刀就算了吧，西兰刀。哎，这个流水法杖我能流水不？我自己吃饭好不好使啊？这顶写的是当你为一名友方英雄治疗 Q 炸 Q 滋啦憋炸 Q 炸定给大点滋啦，你跑个屁呀你！你跑啥呀？定走位 ，Q 炸滋啦，走位 ，Q 闪现炸 ，Q 哎呦！我决定了，我这把得出个反甲。我闪现躲得大好了，我寻思我能特别的肉呢，我现在我说我老肉了，我这应该咋不说，为什么不早点闪现，我想试试我的肉度。我想试试我的肉度到底够不够。出门，分析路径中，谁打这波？来，咱先吃个药，皮跑开起来，滋啦 Q 给大，人有点多，快跑！Q 滋啦定炸 Q 炸滋啦，别砸吧你哦，滋啦，怎么的 Q 炸定滋啦，队友呢 Q 炸死了，队友都没了呢，Shut down。
来一个守望者铠甲，小法师不让龙给屠死了啊？哎，你把他给我杀了，800块。啥也不是，咱不是测试吗？我说玩一把，你们也说行，那你就别说菜，对不对？别老我说玩这个，你们说行，哎呀，真菜，啥也不是，那能行吗？滋啦 ，Q， 炸滋啦 ，Q， 炸给大 W。炸滋了，哪来的莫干了？抽杀小黄毛，我不认识的。炸滋了，定抽吃药，炸滋了，抽炸，真他妈刮痧！点抽炸滋了，点一个没打死，滋了，抽。炸定，滋啦扣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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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扣死了！救一下小法师啊！咦！哎呀！说大天使吧。嗯，出个大天使吧，来点法强吧。魔宗没用，魔宗有啥用啊？跑的咋这么慢呢？才470移动速度，跑的太慢了，这不行。来打团了，我到了，兄弟们，我来刮痧了。等会儿我这有个针眼，我来了，我把三瓶药都给吃了。疾跑开起来，这波我们无敌了 ！Q 炸滋啦给大点，定 Q 炸，再点滋啦 Q 炸，走位螺旋 Q 炸滋啦，定 Q， 我操，这都没死的剑魔。上高地啊，兄弟们，滋啦，我定你，我再滋啦，看看有没有红 buff。 没有，在这中路扫一波，那蓝枪哪里来的？蓝枪滋啦 Q 炸啊！
哎，我差点钱呢，我差点钱大天使啊！我套你猴子的！以英雄为目标，物理伤害和技能攻击会附带4%物理伤害。现在魔切还能出不？好像改了，不能出了，算了吧，不出这个，出大天使吧。来，大天使，这仗。哎，人马让人给打死了，兄弟们，等我。啊，兄弟们，等我。滋啦！滋啦！这可救不了了。啊！滋啦 ！Q 炸！炸！走位定 ，Q 炸滋啦 ，Q 炸，我能跑掉，滋啦 Q 炸，给大点，疾跑 Q 滋啦，接炸定 Q 炸滋啦 Q 炸 ，Q 滋啦炸炸 ，Q 炸。滋啦 ，Q， 走位，定，炸，滋啦 ，Q， 炸 ，Q， 炸，滋啦，跟我上去追，滋啦，打大龙，黑中也行。Q 炸滋啦 ！Q 走位，炸定 ！Q 滋啦！大龙大龙大龙！可以，小法师 ，Q 炸 ，Q 炸滋啦 ，Q 给大炸滋啦 ，Q 定炸滋啦 ，Q 炸 ，Q 炸定滋啦。Q 炸，滋，大龙丢了。哎呀妈呀，怎么挖抓 Q 了呢？就谁挖抓 Q 了呀？一波零换五，我操！啊，不是二换五，然后大龙还对面，玩个屁呀！那大龙怎么没了呢？四五级人马让14级蓝枪给抢大龙了。看下一件咱来个啥啊，我出个反甲，这打我等于打自己，我让他炼金朋克巨链鬼叔，鬼叔，我出个反甲，我让 ADC 打不动我，要不然我都打不过这 ADC。 走，小龙
兄弟们，这波我有疾跑了，我又可以刮了，来来来来来。那滑板鞋给我出了个巨型九头蛇，我说的嘛。疾跑开起来，定扣咋滋了？给大扣咋滋了？扣滋了，定炸扣炸滋滋扣炸，冲啊！我没法上啊，这地方有地沟油。小龙啊，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这都打成这样了呢，这都。来下双飞，他们居然想要秒我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那蓝枪死命打我呀，给我一顿打，蓝枪一直打我呢，蓝枪。回家了，我们出个反甲。反甲出完，咱再来个啥呢？星界驱驰，跑得快。哪个技能放了，都能加速，可以啊。来，兄弟们，对面的那个高地要活了。咱现在就是比谁后期猛呗，就是偷炸定杀我，你可以试试偷炸滋偷定滋了偷，我一个人撵着他们家五个人跑。滋了，你别管我刮不刮痧，我打你掉不掉掉不掉血吧，我打你肯定掉血。滋了，扣炸，滋了，给定，给大扣，炸滋了，定。拉扣炸，先杀的永恩啊，再杀的 ADC， 扣炸滋啦，定疾跑开起来，扣炸滋啦，扣炸，兄弟我打的不掉血，你等一会儿，扣炸滋啦，定点扣炸，先把高地推了，滋啦扣炸，定扣炸滋啦，扣炸。打我等于打自己，扣滋了，炸！没想到吧，我无敌了。嗯，收波线，没想到吧，我也没想到，打个蓝 buff 呀，扣炸滋啦，给炸 W 扣闪现跳弹，操，哎呀，可恶的莫干了，我正好差60块钱，大龙看你们的了，兄弟们，
那、这是什么？哎呦啊！快跑，快跑，兄弟们，快跑啊，快跑！那个 ，poke 一波，剑魔死，一换一，那对面不敢打大龙了呀！我活了，来呀，龙没了，有点狼啊、哦！说实话，是有点狼了。刚才这波确实是有点狼了。冰杖够用了，减速不用减速。维克托现在那个进化 W 就会那个非周期性伤害会对对人施加一秒的那个20%减速。我出冰杖干嘛？双重减速啊！不打，先杀蓝枪，滋啦 ，Q， 滋啦接炸。Q 炸滋啦掉 ，Q 炸滋啦 ，Q 炸 ，Q 炸，这兄弟们我死了，永恩打有点疼，兄弟们，我不行了，我这永恩打我有点疼啊！怎么会这么痛呢？我一个拥有反甲冰心的维克托，没有想到打我居然这么痛啊！这不太合适啊！出 AP 吧，我们带的不灭已经回不了头了啊，只能这么出了。这边如果基地爆炸了，那也没办法。GG， 我马上火了啊！我马上火了，疾跑开起来，滋拉定，给大，好 ，Q 死了，死了，不是队友不行，这把其实输了赖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呢？狼了一波，给我们家大龙狼没了。